我们是 BOSS， 我是战场 BOSS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哎，甚至连死亡都不能从我手中拯救你。这个小法师蹦蹦哒哒的，我听到当地人都称呼我为大龙。今天抠你一下，这个鸡要扎我，拿你的鸡扎我，你够长吗？我砸你，我坑你，我再砸。我感觉这小法师其实挺猛的。哎，让我扣个炮车！个老母鸡，你吃我一个筐吧，扣你！吃个样，剑圣打野哈，打你，扣你！干哈呀？精神病啊！啊？就非得就必须就得就得就得硬追，我甚至有点不慌，我还能调个剑面。硬追呀，就非得要硬追。像这种刚才那个剑圣追啊，就很不应该追。如果我旁边我有队友，那他就白送，知道吧？你有闪现，对面也有闪现的情况下，用闪现追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哎呀，好恶心！那小鸡儿，打你！这英雄好血，好恶心！抠你！哎，你把 E 用了，那你这不要完了吗，小伙？你耗血可以，
但是你想杀人确实是有点过分了。剑圣的下路呢啊，所以没关系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想我是出永霜还是出炉灯还是出蓝烈汉的苦楚呢？我连永霜小法师也可以，还能有点控制，俺们家还能多个控制。灯啊！炉灯也行。我试过永霜小法师打辅助的，挺厉害，还能增加一手技能命中率。这黄金儿，挂扣你金没接大，打你扣你平没，你挺厉害呀。哎，这个一没一到，你还往上创是吧你？再来一遍，我就抠两个兵，我也不抠多，我走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扣了80来个兵了，其实已经很肥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rampage. Enemy double kill.不用你戳我，我跟你说，坑你打半天，再坑你打半天，坑啊！感觉我根本不需要点烟。剑圣在右边干嘛呢？剑圣，剑圣不会又想赶开我们吧？
那你可赶上错人了，我跟你说啊。我学个两级 E 吧。我去波下锤石应该是没了，剑圣还上啊，剑圣来，我们来波下路框 W 就 Q 点来上五阶大师，把给你的大嘴巴，哎呦我操，追踪了给我，先来个美甲窃魂卷，我中路塔怎么掉这么多塔皮呀、啊、什么时候掉的塔皮，这鸡怎么瞬移了呢？他是不是得回家了呀？跑得有点慢，别呀，盖伦！不讲道理啊，伦哥。给我守一下塔行吗？能给我守一下塔，我塔要被拆没了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，跑得太慢了，这小法师跑得稍微快点，你给我打死那剑圣，砍死他，他敢抠你，我都没想到啊！妈的，他手太长了。蓝呢？我们必须得要美甲窃魂卷啊，必须得要跑得快，这个美甲窃魂卷是必须得要的。哎，我这炉灯为什么，哎呀，我怎么出了个这么个玩意儿了呢？我来星界虚池吧，我没东西出啊，要不出沙漏，
真难杀，他手太长了，他慌，杀不到。我先记他 W 接抽，他致命点炎，抽甩了。哪来个剑圣？先来炉灯，谁点投降啊？点啥投降？我这马上都无敌的呀！女警嘛，除了那女警也没别人点呢。天马瞒着，那瞒着都推。推没了点啥呀？凌城杀人书这倒没关系。我看看啊，我们是炉灯、美甲、猫着、大天使，还能加一件。开灯吧。真能追呀，这盖伦，给我打死他！塔莎啥意思啊？塔莎好像对我有点想法，我发现。塔莎想法挺大呀。那如果非得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咱们可以来个沙漏。那如果他要非得这样玩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来个沙漏。小龙，卡莎杀12个呢！啊！天哪！哎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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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路也死了，龙也没拿，也不知道在干嘛。
呀，没 Q 到，我操！哎呀，这他妈咋没 Q 着呢？短了！水银仙，用的时间好短。在上面，对呢。没有队友啊，这也打大龙吧，来，来呀，打大龙。把大龙抠死，哎呀，美甲窃魂卷现在是起来了，其实这个大天使我觉得可图可不图吧，我得来个本甲，我跑的有点慢。差点心机，哎，好勾打死了，没关系，我搁旁边呢，不用害怕。一共就三个人，小问题，不放 E 就可以了。主要是那黄鸡呀、啊。距离太远了，他要是个手稍微短那么一点的英雄，我都杀他，真的，手比我长太多了。那卡莎可能上哪要狙我，我们先回家。三千多了，先来个大天使吧，25层美甲窃魂卷了。
300了，2.5秒一个 W 了，还可以接受，中路推吧，这别让那黄鸡给我们炸过去。这怎么办啊？来个人啊！你俩往上冲有啥用啊？你保点武呀！杀音书卖了，跑得慢啊！一会儿再说吧，先把板甲除了。777。777，那剑圣给我来了个沙漏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没中啊，还打大龙吗？直接打吧，他们家好人。美甲窃魂院如果卖的话能出什么用？锤石怎么不动了呢？那锤石拆吧，我的蛮大哥，给我拆，给我开大拆，开大拆，把火蓝给他砍死。卡莎出一个春哥加个沙漏，哪有伤害呀？瞎出！对面还剩个主基地了，先把小龙打，我们马上三条龙了。帽子根本就挪不下来，跑得慢，你知道吧？而且并不是我乱放 E 啊，那我不 E 也没人上啊，关键是。
那锤石也不勾人，也只能我们先手。我寻思能不能随便一个，要我保命其实也行，那我也可以保命，我一技能我就不用了，那不得找机会吗？怎么的不回来守我，那我是不是能直接给你们家基地给你拆吧呢？我拆你的基地了啊。哎要上打死呗，没打死。没拆掉，出个猫子，不吃蓝药，把那美甲窃魂院卖了，出个猫子。This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瞒着去了，小心点啊！我们直接推中来，对面死个盖伦，你瞒大哥把这个盖伦杀了，不要让他白杀，我们赶紧去中追。先走啊，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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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杀卡莎，投降了，可恶！这个大好，2002，今天。